Hey, mamá. Mamá.阿娇，阿娇，阿娇姨，不好意思，阿娇姨，我是说你不要进来的意思是说不要进到我的镜头来，不是说叫你不要进来房间。我不晓得是哪个镜头啊？镜头在那里。对啊，我哪里才不会照到？你就在旁边。我拉就能理就好了。对对对。是不是？嗯。 就是平常那样，嗯，哦，等会自己拉着这个线，来，妈妈来，啊，不怕不怕，不上床，上床。 刚刚做了半小时的这个泡脚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让我给他，刚刚那，现在按摩一下啊。 嗯。啊，你别害怕，害怕，害怕，我来这里。啊，妈妈，我先给他。
点半了呢，要吃东西了呢，要喂牛奶了，要灌牛奶了，我们先灌牛奶好了，不然的话时间拖太晚了。